你便秘了吗？变这样，变成坏人，好可怕的坏人啊！你喜欢当黑色螺旋面包超人？对，白色的螺旋面包超人变成黑色螺旋面包超人，他怎么办？面包超人。哦，那你要用螺旋彩带。我没有绳子。那你再拿那个螺旋披风啊。我没有绳子。那这个。啊，找到了。他终于找到他的螺旋面包超人。嗯，两叠两叠顶光都算了。哈哈哈！依依，你是新娘啊？啊，哇！他变身成为大便的。不是，变成黑色螺旋面包超人，变成大便大不出来，所以要这样。嗯，变成好人，变成黑色螺旋面包超人，黑色螺旋彩蛋，